我去照相馆，照相吧。照相馆？对啊，家里连张照片都没有。啊，也是。那就去一趟吧。就明天去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要是万一我死了，有个纪念。 大晚上的，说什么晦气话呀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没有。大佬也被刺了，你是不是也有危险？你担心我？不担心。 照相吧，照吧。那人说，木桶能辟邪，所以说了晦气话的时候，要摸一下木开。明天我们去照相。 行吗？这件颜色太沉了，我想要浅色的。太太，这件怎么样？啊，艳色的我都不要，要那种白色的吧。哦，好，浅色的这个可以吗？不是这件，是要苏州长面那件。铁瓜子，罗将军上下的产业只有这些。是的，没有遗漏。虽然产业不多，但都是他独资。对外处只有阅兵饭店一家。 他专门动手的地方，死了不少人，还有一家美院酒家，他经常出没，但不是他的产业，是礼宾宴客。嗯，哎，盛安医院，盛安医院他也是股东，他不是股东，他是唯一的老板。孟世荣，你那个小护士叫什么？啊，小荣，我要去你。孟世荣，怎么了，掌柜的？ 别紧张，只是借他名字一用。请进。来，快换上这些。我们俩穿这么般配。女娃子，我找吴丽兹。啊，对不起。 知道了，宋太太让管家通知我，明天的麻将改成后天了。那你先换，我去拿包。 看这里啊，哎，身子靠拢，哎，肩膀再靠拢点啊，哎，好嘞，哎，太太婉珠先生，哎，好嘞，好，头再靠近点，哎，这样吧，哎，不错啊，来，预备，三，二，护士回来，一。 二位怎么没看镜头呀？哎，重来重来！不好意思，啊，照相了嘛，就认真点啊，不要讲话。来，我们再来啊。再来一张。来，预备，再亲密点，哎，再亲密点，哎，很好。哎，预备，三，二，一。